日前，孙俪在自己微博上传一段视频，并破文称运动起来，强身健体，练肌肉。视频中的她身穿一身运动服，在教练的指导下锻炼肌肉。只见孙俪跟着教练拉脚、抬腿、挥手等，她还霸气抬腿开踢，纤细鸟仔脚很抢镜，也让网友直呼好厉害啊，也太励志了吧。时不时下腰倒立，整个过程看起来十分卖力。他还在评论区坦言，这里的两分钟其实我锻炼了一个小时。网友纷纷表示，恕我直言，你这种健身设备我都没有见过，佩服娘娘天气这么热能坚持下去，好羡慕娘娘的身材啊。也有网友调侃表示，我怎么莫名心疼超哥，莫名为超哥捏把汗。孙俪自出道以来一直维持纤瘦身材，完全看不出她是两个孩子的妈。